Oxford Reading Tree. Biff, Chip and Kipper Stories. Level 2. Written by Roderick Hunt. Illustrated by Alex Brichter. Series created by Roderick Hunt and Alex Brichter.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i, 小朋友。今天童老师继续给你讲 The Little Dragon 小龙的故事。上集说到，孩子们在家里上演了一台话剧。 Chip 国王命令 Wilma 骑士去打龙， Kipper 演的小龙喷着火就出来了。小龙有没有遇到骑士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话剧进行到了 Scene 3， 就是第三幕，公主出现了。Biff 公主穿着花，戴着花，拿着花，就像一个花仙子。她是不是最喜欢花呢？ Biff 笑着说， I like dragons， 我喜欢龙。躲在一旁的 Kipper 一听，真的吗？那不就是我吗？真的，你瞧， The princess played with the dragon， 公主跟龙一起玩。看来 Biff 是一个勇敢的公主， Kipper 是一条善良的小龙。 Played with 就是跟谁一起玩的意思。爸爸妈妈要是问你今天在学校跟谁玩啦，你就可以用 played with 来回答他们。公主和小龙在哪儿玩呢？ They played under the tree， 他们在树下玩。 Under the tree 就是在树下面的意思。这可是神奇的爸爸树。Biff 把花裙花环都搭在爸爸树上，跟小龙一来一去的玩起了球。爸爸的手啊已经够酸的了，现在还要当衣架。爸爸想，哎呦，这话剧到底多少幕啊，怎么还没完呢？爸爸别着急， Scene 4第四幕开始了。公主和小龙正开心地玩呢。 I am the knight， said Wilma。 Wilma 说，我是骑士。小朋友还记得 knight 是什么意思吗？对了，骑士，忠诚勇敢的骑士不辱使命，找到了龙，要跟他决一死战。龙有没有朝他喷火呢？没有，龙在剑下瑟瑟发抖。I am frightened, said the dragon. 龙说，我很害怕。Frightened 就是害怕，吓坏了。Wolf 把一个充气水池拿上台，上面写着 The pond, 池塘。骑士把火龙逼到了一个池塘边上，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被吓坏了，公主也在发抖，但是她不是吓得发抖。 I am cross, said the princess, 公主说，我很生气。她呀是气得发抖。 She pushed the knight in the pond,他把骑士推进了池塘里。 Pushed 是推， In the pond 在池塘里，扑通溅起了一大团水花。 Wolf 连忙朝 Wilma 撒彩纸当作水花。哎呀，他们的舞台效果很有创意嘛。骑士被公主打败了，公主和小龙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这个话剧真不一般呐。What a good play, said everyone. 大家都说，多好的话剧啊。小朋友，你喜欢吗？如果你来当导演，你会编一个怎样的话剧呢？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